么？娃娃队。娃娃队立大功，第四季全新的玩具，这边呢有海洋探险机、汪汪队立大功二合一变形车辆组，还有狗狗对不对？海洋狗狗组。好，那你想要先开哪一个？先开。你要先开这个。你想先开这一个？我拉这个的吉普的。对，警察的吉普车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。哇！一秒就变身成游艇了，是不是？母鸡到底飞机，到达是游艇。哦，那个才是游艇，妈妈说错。它是按哪里变身呢？母鸡刀都没有要按，只是要抓，然后抓住后面哦，抓住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那你再变一次，换件，你再变一次。哇！往上飞，它就会变飞机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它还有附这个球哦。球跟这个圆盘都可以发射，妈妈现在把它装进去，我们看看在哪里，这里好不好？好，装进去，跟球球，等一下还没有，还没有，不要射我，你按上面那个狗狗，你手手，哦，对，好，哦，有发射，然后呢，这个圆，我们刚刚有装圆盘，你看。哦，差一点射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试试看，用它来射其他的车子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想要这个，你要这个喽。好，小涛等不及要开箱了。你想要开它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不知道是新的。新的。哦，你都知道有分有新的和旧的。这个叫什么名字？阿吉。这个嘞？绿色的。灰灰。老鲁吗？先拿到前面再说。好，老毛毛。这个毛毛。老。等一下，毛毛。小丽。这个是小丽。老甜甜。天天给爸爸看。哦，那叫天天。天天。它可以发射救生圈，是不是？然后就可以把它打。就可以打它哦。这样子，救生圈往上，把它装进去。妈妈先装进去。哦，卡进去了，抓着捏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小朋友力气没有那么大，可以哈。第一次，妈妈再试一次再告诉你。练习，对，妈妈试一次再告诉你。这个这里压一下，这边这里而已，只有这一个地方压一下就可以了。好。为什么？浑身太用力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真的蛮用力的，这个太用力了，小桃的力气不够，对，要比较用力。那我们看别的好不好？好，那个太用力了。这一个，这个哇，超级大，哇，这一艘船，海陆船打开来了。哦，妈妈把每一只都拆箱了。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在这边，我也来了，滴滴滴。我们也可以去车去船里，对不对？看，我们要去船里等。喂，这好像渡轮一样。对啊，他们要渡河前，那个汽车要先开到船里面。他很认真，想要把那只章鱼钓下来。啊！有哎，哎，我把它钓起来了。阿弟，阿弟的脚要这样，这样对吗？这可以玩套圈圈呢，宝宝。这可以套圈圈，对不对？喂，喂。爸爸，紧急情报。再看看什么。哇，他每一次按声音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就是这个才是吧？他们的船没电了。哦，船没电的声音呢？打击的。那这是什么声音？热打击，热眼睛，报，两个都击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按钮哎。不击，这里的击。第八个墩墩发射这个救生圈，究竟如果有狗狗掉下去，就可以用这个发射出去，就然后它就打过告啊，你呀，对，救生圈，所以这个就是妈妈发射，就哇，但是小桃的可以用这一个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可是这个发射的比较没有这么稳，试试看，可以，哎，对，好多个，好多个救生圈，哇。一桌啦！啊，那个船的后面就是放救生圈。这个它也可以下船哦，它都可每一个都可以离开船。怎么装上去？你要不要教爸爸？你看，你要先两个，然后
用力压下去就好。先前面像穿鞋子，对不对？德德，你刚好像推了这一个，然后轮子就跑出来了。哦，哎，变汽车了耶！变车子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对，动了一下，我们还会有声音，为什么？你看，你跟他会跑哦，咚咚咚，啾，可以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蹦蹦蹦。好，爸爸，我妈出动喽！你看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出来，等等喽，下车。打开引擎哦，对，我也可以，小丽，小丽，小丽出动，灰灰出动，然后大马阿迪出动，阿迪出动，他现在不能跌倒啊，毛毛出动，毛毛跌倒了啦，耶，跌倒了，每一个出来都跌倒，有一个章鱼怪来了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可以、啊。队长变成队长被章鱼吃掉了！救命！救命！哈哈哈！我射你，我还没射到你就倒了。哎呦，他好厉害哦！等等，他不是怪的，他不是怪的，他只是他的好朋友。他是好朋友哦，他不是坏人哦。哦，所以没有要射他吗？嗯。天哪，这个是他如果要救援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站在这里。然后手要抓着，这样子可以玩的。哎呦，高空，高空的荡秋千，一不小心就掉到海里面了。卡住了！哎呀，我飞不起来，我的飞机抛锚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我把你丢了。好了，小丽来修理吗？好，修理好了，那小丽来试试看。太用力了，我搬不动啊！飞不起来，他自己干就只有啾。哦，他可以飞了，是不是？另外一头勾进去之后呢？啾啾啾！什么？船抛锚了！我把船勾走喽！哇，太重了，不行！勾这个好不好？啊，你在哪里？抓住了吗？没好，我们出动。风太大了，风太大了，怎么办？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哦，掉下去，掉到海里面了。有没有人要给他救生圈？救！给你救生圈。你还有接到吗？你可以游回来吗？还是我们去救你？好，你有救生圈，你会游泳了。好，你要游回来。你自己游回来。救！游回来了。你们要去海里家？我们要去海里，因为有一天的金鱼得病了。金鱼生病了，小桃子好厉害哦，他想了一个金鱼生病的故事。金鱼生病了，那狗狗们就要去救他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去待下来哦，我们要自己游泳哦。我们不能坐救生艇哦。可是你们把都有借包带呢。我们有氧气瓶，对不对？你们后面有电风扇，你看，那是电风扇吗？电风扇吗？那是马达啦，引擎马达。但是它看起来像电风扇转很快的样子。金鱼在哪里？金鱼在哪里？金鱼在这里吗？爸爸，金鱼受伤了，那怎么办？金鱼受伤了耶，我们要帮他擦药吗？不用，爸爸直接就 A 个泵就好了。好，帮他贴 OK 泵，啊，贴，我们帮金鱼贴 OK 泵。我们的大小朋友掉下去水里了。没关系，他会游泳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要救你。狗狗加油，狗狗加油。嗯、你要把它勾进圈圈，对，那个圈圈里，对，很棒，耶耶，勾进去，转一下，对，好。好了，然后要从那海里面救出来。那你飞起来，它就会起来了咯。耶！救到章鱼，得救了。可是章鱼不是本来就住在海里吗？可是那个海可能有污染，所以有要把它先救起来。污染就是很多垃圾啊，还有石油啊，把海弄得臭臭的。不是啦，因为那里面只有章鱼。
会把它吃掉。对，那其他汪汪大队要把章鱼做成章鱼烧吗？不行，因为大鸡大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不行，对不对？那个章鱼很可爱，不能做成章鱼烧。把它掉在这里，这样子以后它。以后打你都不会拉鸡蛋了，对，掉高高的是不是？我们可爱吗？可爱呀、啊。嗯。好，我们要回家了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我要回家吗？我要回家吗？要，你到家的。好，你带你。因为它会被打鱼鸡叫，所以要躲起来。要躲起来啊！大、啊，他们全部哇，爸爸你看，你看他们在干嘛？我在排队耶，两个一组，两个一组在排队。嘿，我那是我自己排的。你自己排的，你要让他们乖乖排队是不是？啊，赶快出去了，因为出去了。出事了，出什么事？金鱼子叫叫了。然后呢？怎么办？那你们要去救他们。好，你把狗狗全部上车。狗狗要上自己的车哦，不可以乱坐、哦，不可以坐别人的车哦。小绿是绿色的车车吗？小绿车，把它来不及了嘛，来不及接它坐是不是？天天，你看怎么还没上车？快点，因为我带好了，因为我的脚太小了，脚太小了，脚，出动。这个有好玩吗？有，你看我都还在玩呢。对，小桃子都会自己一直编故事，还蛮可爱的，可以创造小朋友的一个想象力，对不对？你都会自己想剧情。桃子说这个沙发很像水里的颜色，所以他们全部都跳到水里了，就在这里玩了，好不好？他们自己慢慢玩了。那我们要先说拜拜喽，好不好？我爱大鱼。那你们玩没关系，拜拜。喜欢影片可以订阅频道哦，小桃子会很高兴。如果你也喜欢汪汪大队，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小桃子好喜欢，每一只都知道他们叫什么。可是小桃，你最喜欢哪一只？我最喜欢。你最喜欢谁？选择障碍。你最喜欢谁？喜欢太多只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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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全部都喜欢。好，现在呢是隔天，小桃德已经会自己用狗狗发射游泳圈了哦。那我们现在要把游泳圈射进竞技场里面，对不对？战斗陀螺的竞技场。你成功了，没有困难的任务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哇哇哇！灰灰出动。我做到了。换我从天天发射，耶！我成功了，宝宝，几几分？耶！一，这样几分？100分。那我要100分。为什么你就1000分，我就100分？哪有这样的？耶！我